Hello， 天蝎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天蝎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不好意思，一下你们的镜头 ，OK？ 好，那这是一个大众能量的牌卡解读，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状况跟细节。我会建议你听取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那请记得，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现在正在面对或未来会遇见的一些状况。在我的频道，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月亮、上升、金星之外，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星座或者是星盘的位置，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直觉或跟随宇宙的指引，看看 YouTube 经常推播给你哪一个其他星座的影片，我相信呢里面都会有适合的你讯息在里面，好吗？那不管你是新朋友或老朋友，都非常感谢你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帮我按一个喜欢，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收看我的广告都是最直接能够支持我的一个方式，好吗？那今天一样有十二星座的开场讯息，也会有频道的这个最新消息。首先就是，如果呢你想要更加了解我，跟我有更近距离的接触，我会非常推荐你来追踪我的 IG， 收听我的广播，订阅我的电子报。那当然，如果你是想要询问有关一对一天使传讯心灵咨询服务，或者是订购大天使能量蜡烛的朋友们，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都有详细的连结跟说明。OK 哈，那想要来参加这个全球生日派对的朋友们，速度要加快了。详细的参加办法就在 YouTube 的这个公布栏，我都有详细的这个内文哈，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好吗？好，那么就准备来进入这一次要给天蝎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OK。那也要再一次非常感谢所有透过这个超级感谢赞助这个频道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让我的频道继续成长经营下去，能够有机会去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OK， 谢谢你们。好，天蝎座的朋友们，我感觉在这一两周呢，我觉得你比较适合一些比较深色的颜色，比如说深咖啡色啦、深蓝色啦、黑色当然也可以，或深灰色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呢，在这一两周这个深色的这个颜色呢，会为你带来一种防御保护的作用，就比如说保护你的，不是保育啦，又不是保育动物，保护你的能量场，或者是呢，比如说让你可以感觉到你自己好像有一种安全感。OK， 好，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两周，不管是服装配件啦，或者是在这个搭配上面，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参考跟选择，好吗？好，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个人感觉哦，这两周呢，我不知道你们是某些人是去动物园吗，还是特别喜欢动物这样？我感觉这些动物的能量场特别的靠近你，或者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看那个 Discovery 的频道，一直在看这个野生物动物台，或者是你最近有做了一些刺青是跟动物相关的，就是我感觉这个动物灵的这个能量呢，特别的靠近你，也会让你特别的开心。 OK， 所以呢，你也当然可以在这个比如说有这种你的包包啊上面有这个动物的图案啊，或你的发夹啊，或你的饰品都有，这些你也都可以自行灵活运用去做一个搭配，好吗？有一些人你们可能会在这一两周去领养一些你们家的新成员的宠物，好吧？ OK， 好嘞，给你做一个参考。那第三个部分呢，我感觉天蝎座的朋友们在这一两周啊，你会特别喜欢吃那个海带，然后也会特别喜欢吃有关于海带跟海鲜的东西，我觉得你应该都蛮喜欢的。但是我特别看到的是海带，然后跟那个叫做什么，突然忘了那个叫什么东西，是九孔嘛，就是它不是蛤蜊，但是它是长比较长的那一种，好吧？ OK， 或者是生蚝，也可以，就是大概是长那个形状的东西这样子。 OK，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两周，那个有痛风的朋友们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那个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去适量的摄取，好吧？ OK， 那当然如果有朋友的邀约，大快朵颐一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嘞，那我们就准备进入天蝎座的这个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好吧？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的朋友们，请注意啦，本频道呢是非常讲究灵活运用妈妈说给我们的大脑，意思就是说，等一下呢，我在讲解这个牌卡的过程当中，这些相关状况、人事物、事件、感受、形容词，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去做一个替换，好吗？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细腻形容到每个人状况，但我会尽可能的去说明或举例，让你能够了解能量场上面的呈现。因为我个人不是解读牌意跟牌阵，我个人是按照能量场上面的这个感知去翻译成文字，身为一个传讯者，传递这些内容给你做一个参考。如果你觉得我语速过快，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的齿轮做一个调整，您声音太小声啊，你也可以戴上耳机来收听。在这两周，天蝎座的朋友们，你的挑战是这个权杖女王，你的三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这个宝剑三。 OK，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讯息，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天蝎座的朋友们。那我的影片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什么时候看见就是最适合的时间，当然也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OK， 好，
请稍等我一下下哈，我感觉哈，我这边先跟天蝎座的朋友们讲一下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非常推荐你呢。你如果有感觉哈，你觉得你想去听看看的话，我会建议你可能去看一下这个牡羊座的朋友们的这个影片，好吧哈？因为我感觉呢哈，这一阵子的这个能量场，大家都在经历一个蜕变啊，特别是秋天也准备啊快要来临了，所以有一些能量场上面的转变呢，特别的剧烈 ，OK 哈？所以呢，如果大家最近在生活上面有什么变动，我觉得呢，就平心静气的去好好面对跟处理，这个是。我先跟天蝎座的朋友们、稍微讲解一下 ，OK 好、哦、好，好的，那我先把你这一个挑战牌卡权杖女王放在你现阶段的能量场，因为它是互相对应。等一下我一起来做一个解释，好吗？好、哦、好，OK， 好的，请稍微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一下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好吗 ？OK 好、哦。好，天蝎座的朋友们，我个人觉得、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你抽到的是这个宝剑七、权杖骑士，还有这个权杖四 ，OK， 这三张牌卡呢，给我一个感受、不好意思，我一下牌卡，因为有点卡住、来，这三张牌卡呢，给我一个感受，有点像是说，我个人觉得你在前阵子可能很忙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比如说你很烦心的事情，差不多来到了一个段落，然后也算是有一个。怎么讲？结果吧，我的感觉有点像是这样。然后呢，在这个去。你在努力付出的这些专案啊，或者是经营的这些相关状况元素的过程当中呢，哈，我觉得呢，每一件事情呢，sorry， 每一件事情呢，稍微会有一点点波动啊，但是呢，我觉得你虽然。身心有点俱疲啊，我感觉你的体力是蛮耗尽的 ，OK 哈，但是在心理的状态上面，我个人是觉得是蛮满足的。但是呢，在这个经营这个相关状况人事物或过程或你的目标或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你有遇到几个比较奇怪的怪咖，我很明显感觉到是有几个奇怪的人出现在这个状况当中，比如说你原本就忙这个专案，跟你的组员做得好好的，偏偏就有其他的组员呢要来你们这边可能就跟你说三道四，或者是给你一些就是你也不会采用的意见，就是有一些奇怪的人，或者是某些人他对你的态度可能不佳，或者是某些人呢他你也没惹他、他可能就对你不是很友善 ，OK 哈，在过去的状况当中我感觉有点像是这样。可是因为呢其实你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你想要的是这个权杖四，所以呢其实你就像这个权杖骑士一样、冲过去去建立你想要的这个王国也好，结果也好，或者是你想要的这个目标也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啊这边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宝剑七的人出现啊，但是其实你这个权杖骑士冲出去啊，我个人会觉得你有点像是过关斩将，每件事情稍微来到了一个比较明朗的一个阶段 ，OK 好，那在现阶段的能量场呢，你抽到这个牌卡呢是这个世界牌卡，还有这张牌卡我也蛮喜欢的哈，这一张牌卡呢是钱币十，然后还有这个权杖女王，他们叫我四张一起给你看 ，OK 好，这个呢我一次跟你做一个说明哈。在过去的状况，由于你非常辛勤的付出，也努力去付出，我还有讲嘛，你身心俱疲嘛，但是其实在某个部分，你的这种成就感好了，或者是你达成这个目标好了，这种东西是很满的，很满足的 ，OK。所以我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来到一个段落，所以这个世界牌卡就出现了。它来到一个段落，还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呢，某些人你们可能最近在怎么讲？可能会产出一个新的东西，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假设好了，你这个旧有的专案结束是为了达成一个什么东西，创造出比如说一个新的项目，那这个东西呢它已经被创造出来了 ,OK, 类似像这样，所以它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 或者是移动到了下一个，我觉得有点怎么讲，就是要公诸于世哈，因为这边有一种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公诸于世的一个感觉哈。比如说这可能是一个秘密企划啊，终于要到了公布了哈。比如说那个苹果16哈，提前公布了哈，类似像这样子 OK。我是举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啦哈。所以在那之前可能没有人会知道说苹果16到底长什么样子，只有在发布会那一天大家才会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类似像这样的感觉。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它已经来到了一个阶段，重点是这个东西跟这个专案或什么会有一个蛮不错蛮丰硕的状态。比如说这一次的业绩很好，然后卖量很充足，销量也很棒，然后大家反馈也很棒，这样子 OK。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走到一个还不错的阶段，所以为什么你的挑战牌卡是权杖女王的原因，就是因为对这件事情看似在过去结束了，但来到一个新的可能要去公诸于世，或者去公布，或者是要呈现在世人眼中的时候，反而呢会额外带来一些你可能要处理的这些事物在等着你。所以你的挑战是你要能够很稳定的掌权，继续处理后续这些带来的这些效应，好吧 OK。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挑战牌卡。那在这边呢，你抽到这张牌卡其实是要告诉你我感觉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专案或这个什么你在筹划这个目标好了我有一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它有一种它有一种让你
我要怎么形容呢？因为这个跟我刚刚读到的能量场有点像，有点像是说啊，这个目标、这个结果、这个心要释放出来的工作于事的这个东西啊，它为你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 ，OK， 或新的想法、新的感受，或你新的对于这个目标的想法，甚至是你会开始觉得说这件事情为你带来非常大大的满足。OK， 好，我稍微举一个例，好吧 ？OK， 就比如说假设好了，你一直在准备考试。哦，然后你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啊，的确你可能考古题考不好啊，可能会遇到其他同学跟你比较，可是你一直都像这个权杖骑士一样，你知道，对，我可能哪里输别人，但我哪里可能是我的优点或哪里是我的强项，你还是持续的去创造你想要去考试然后进入你梦想中的学校，就是这个权杖四。那来到现阶段能量场，由于你努力的去付出，所以呢这件事情终于放榜了，好，有点类似像这样，就是公诸于世，然后这件事情终于可以公开了，考试放榜了，所有事情变得很好了，所以你终于可以去到这个钱币时，就是朝向你的目标迈进，你可以去创造你的新的生活。所以这张牌卡为什么会给我有一种新的气象，意思就是说，哦，我有一个新的身份了，我进入了一个什么名校，或者是我终于成为一个大学生了，或者是我终于可以比如说考到一个证照。这边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它有一种证照发行出版的感觉，这张牌卡就是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呢它好像就来到了一个，哇，我经历了这么多，终于给我这种满满的满足感跟新的身份跟新的象征了，类似像这样的感觉。但是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后，这个权杖女王她相对的要应付的事情很多嘛，对不对 ？OK， 比如说你发行了什么东西，或你考到一个什么证照，你换一个新的身份，后面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处理的。好的意思，像这样你们可能就懂了。所以在未来的状况，你不仅要拿出你的力量，也就是这个力量牌卡，还有这个圣杯骑士，还有这个女祭司。这三张牌卡都是非常好的牌卡。第一，你要有智慧，要能够如如不动，不要受外在的影响，像这个女祭司的一样啊，能够去黑白分明，知道什么事情重要我先处理，什么事情不重要我先搁在旁边，并且拿出你的力量之外呢，勇敢的向你想要的目标或相关状况人数去前进。而且这个部分呢，我感觉还会牵涉到一些，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你的身份转变，因为你去公诸于世的这个东西之后，可能会迎来一些新的合作机会， OK 哈，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合作机会，新的人脉，新的这个财务也会流进来的一个感觉，甚至有人会因为你这个身份上面的转变，或你去出版或什么之类的，我个人会觉得有些人会来向你示好， OK， 好，所以可能也会迎来一些合作上面的契机， OK， 好，那在目前你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事件，这个是这个宝剑三。这个宝剑三呢，其实大家不要太紧张，很多人看到宝剑三都很紧张， OK， 好，这个宝剑三的意思是说，这个身心俱疲的状态呢并不会因此结束，因为它反而带了你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新的阶段，所以啊反而会让你必须要用更多的心力去经营它，更多的体力去负荷它，所以这张宝剑三的意思是这样， OK， 好，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啊，所以其实大家呢我们在追求一些事情嘛，总是会有一些对等的付出，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恭喜你，但是可能也要改你秀秀了，也要告诉你辛苦了，类似像这样一个感觉啦， OK，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抽这个宇宙的验证牌卡，然后呢来看看宇宙有什么样额外的讯息可以提供你做一个协助。来，这就是我刚开始告诉你的，你最近啊可能就是有一些宠物啊会特别靠近你，或特别需要你照顾，或者是你可能会去领养宠物，这张牌卡就是已经出来了， OK， 好，他们说叫我再抽一张， OK， 我等一下这些掉出来他们说不是，我们要再抽一张，好，请稍等我一下哦，好， OK， 他们说只有一张，所以叫我再洗一下， OK， 好，就是这张，来，我们就是在等这一张，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卡呢，是宇宙的验证牌卡，先告诉你，这就是一开场的时候我就告诉你，我觉得你最近跟动物什么东西很有关系，很有关联，就是这样子。那特别可能你会去领养动物，或你们家的动物呢可能需要你多一点关注，可能有一些状况发生，这个呢就是要特别告诉你哈。你看哦，这个就是像一只大马哦，大马是这样讲吗？这个呢是像一只独角兽，它低头来看低头看这个小狗狗哈，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OK 哈。所以呢他们说呢，在这两周呢哈，你看到这影片前后这一两周，这个宠物呢跟你是有非常强大的关联的，这个大家就特别注意。来，这张牌卡呢就是要告诉你，这张牌卡就是因为你去创造了这个 creative， 就是像我刚刚跟你讲的，我觉得这张牌卡就有一种像是发行出版，然后好像一个身份上面的要升，所以呢公诸于世之后呢，你看哦，这些所有的马是朝着你怎么讲
奔腾而来的，所以我才会告诉你啊，这些东西并不是到这里就为止了，可能后面会引发很多效应，需要你特别的劳心劳力的 OK 哈。所以呢，我觉得也是因为你愿意去创造出你新的身份、新的篇章或者是新的这些出版的东西，所以引发了后续很棒的效应会进来的，所以要把握机会好吗，天蝎座的朋友们。那这张牌卡呢叫做Family Cultures， 这张牌卡给我有一个感觉，有点像说我认为哈，某部分的天蝎座的你们呢，这张牌卡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你在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你在做的行业好了，你在专注的这些事情好了，并不是一种主流，或者是并不是一种就是别人可能会看好，或者是身边的人可能并不是很了解你在做什么，你有点像是一匹黑马，或者是常常我们讲的这个那种黑色的羊，就是你可能是这个家族当中黑色的羊，大家都觉得说应该好好去考证照啊，当一个当一个老师啊，当一个律师，但你偏偏呢可能就变成一个什么插画家，那你终于呢成立你自己的工作室，公诸于世，开始跟大家分享你的这些画作，类似像这样，所以我感觉哦，自从你创造这个新的身份或公诸于世出版这些东西之后，有点像是颠覆了你家的这种传统的这个模式或者是这种观念也好，他们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不要去否定你自己想要走的这条路或你想要创造的这些东西，这些所有的江山啊是你靠你自己打下来，所以你应该稳稳的把它接住，把握这些机会，这是他们希望我能够告诉你的 OK 好，好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精灵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讯息希望提供给我们天蝎座的朋友们做一个建议，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来看看你的守护天使要告诉你什么，也会抽出一张牌卡来看看你在这一两周跟这个月需要特别注意什么样的事项 OK 好，好嘞，这张牌卡呢叫做 Get More Exercise， 然后还有这个素食主义者 OK 好，这张牌卡呢这两张牌卡呢给我有一个感觉哈，新的朋友可能并不是很清楚，但旧的朋友知道我不会特别读他的牌意，这张牌卡是你注意看哦，这很像是一个女生充满着这个非常优雅的身姿要向前迈进的感觉，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非常鲜艳的 OK， 他们要我告诉你哦，这个过程当中是你有点像是这张牌卡跟这个权杖其实是有点呼应的，你正在向前的过程当中，你正在一步一步去搭建你的舞台或搭建你想要转变的这个梦想或者是这个目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需要很多的练习，而且你做得越来越好是因为透过这些练习，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没有，我跟你讲，如果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你可能稍微有点受挫，或者是你可能会觉得说我怎么感觉好像自己没有做到那么好，他们叫我跟你讲不要太担心，中间这些过程是最重要的，结果它是会不断改变的，因为当你的这个练习够多，你的成果就会越来越好，这是要给某部分天蝎座的朋友们，如果你对于你在身份上面的转变或你即将要出版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要太担心好吧，不要放太多担忧在里面。那这张牌卡呢Vegetarian 这张牌卡给我一个感觉哈，其实呢是要我特别跟天蝎座的朋友们讲哈，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呢，我觉得呢你在这两周哦，你对于这个海带，我刚刚有跟你讲嘛，海带哈，就是我觉得你对于这种藻类的东西特别有感觉 OK 哈，或海鲜当然它就不是属于蔬菜藻类的东西，但这张牌卡呢还有另外一个额外的讯息是要我告诉你们 OK 哈，这张牌卡其实是我觉得你们在这两周哦，可能也可以去种一些新的植物，我不知道为什么哈，这有一种我在感觉这个牌卡说有一种很，我不知道我这样形容你们懂不懂，有一种新鲜空气的味道我知道这个形容有点奇怪啦，但是你们应该可以知道说，就是像比如说你去公园啊，他们会有那种海浪的，比如说去海边啊会有海浪的味道，去公园会有这种新鲜仙草的味道 OK 哈，我感觉在这两周啊你特别对这种花草或者是这种植物类的东西，我觉得你也可以多多去接触，甚至你可以在家里插花或者是种一些盆栽，我觉得对于你这种我觉得精神上面吧，这种心旷神怡的东西也会对你有所帮助，特别是因为你接下来有很多事情要忙嘛，我觉得这些东西会让你比较舒心一点点好不好，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我觉得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之外呢，也可以在植栽上面呢稍微下一点功夫 OK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抽两组牌卡，这张牌卡是要来听看看你的守护天使有什么额外的讯息要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好不好，他们呢叫我先洗一下牌卡之后呢从上面数下来呢第十五张OK 好，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等我一下 OK 好，你叫我交叉一下就可以了 OK 等一下好，从上面数下来第十五张要数很久一好二三四五好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13、14、15 哈，不好意思哈，天主朋友们，这副牌卡它本来就不好洗 ，OK 哈。好，谢谢你们的耐心等候。来，我们来看这张是什么呢？来，请注意看，这张牌卡呢是一个玩偶哈，这个是一个那叫什么小丑在操纵一个傀儡哈。我拿近一点给你们看，这是一个小丑在操纵一个傀儡哈，这个傀儡在这个脚下 ，OK。然后这个小丑呢戴着这个很五彩缤纷的这个帽子 ，OK 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哈，这张牌卡给我有一个感觉，让我联想到一个字叫做 creative hat。就是一个创意的帽子 ，OK 哈。他们说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你这个脑袋上面的这些创意啊，它正在逐渐的显化的过程当中。而这个傀儡呢，给我有一种感觉哈，就有点像是说你正在让这件事情能够朝向你的方向去前进。但是这张牌卡还有让我有一种感受，有点像是说你不希望你的这个身份的转变，或你要创造或出版的这个东西啊，跟大众是一般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你好像有一种非主流的感觉 ，OK？ 甚至我觉得这个非主流的感觉有一种像是说，不是说你我行我素哦，而是你有一种自己的风格，这就是我要的风格。对，我知道大家不会接受，但这是我的风格，我相信也会有人喜欢我这个风格，喜欢比如说我这个曲风，我这个画风，或我这个创作的这些东西哈。所以呢，我觉得这就也是为什么这个 family culture 会出来的意思，就是我觉得你有点想要摆脱传统主流或传统束缚的这种能量场很重 ，OK 哈。所以我感觉你是在用你这个非常有创意的这些想法跟发想去做你现在想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好嘛，因为每个人都一样的话，那这世界上也就太无聊了吧，啊，是不是这样说，对吧 ？OK， 好，好，那接下来最后我们来抽一张牌卡，来看一下你在这两周特别要注意的事情，或这一两个月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哈，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这两张牌卡呢，我个人感觉哈，有点像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叫我先给你看这一张牌卡。这张牌卡是要告诉你，你要能够有充足的睡眠，或者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这是这张牌卡给我的一个感受。因为呢，这张牌卡是32号，3加2其实就是改变。他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进对应退很多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呢，你应该要好好的休息。好吧，不要太疲累，可能需要有多一点 me time 哈，跟自己好好的相处。那另外这张牌卡呢，我感觉哈，有点像是说。由于这些身份上面的转变，或你即将努力的这些东西即将要有一个结果了 ，OK？ 所以呢，你会觉得说，像我刚刚讲的，有很多东西会排山倒海而来。他们叫你哦，不要因此乱了阵脚，不要忘了这件事情 ，focus on here and now。这张牌卡呢，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像这个权杖女王一样 ，OK？ 你要能够好好的掌权，知道这一步要做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然后有条那什么有条理哈，或者是很有顺序的，按部就班的去慢慢的实现这一件事情，所以让这件事情能够。发展的更好，甚至发展的更蓬勃 ，OK 哈，才能够为你带来后面的这些效应，它能够得到你想要的满意的，算是结果吧。我这样说，好吧 ，OK 哈。所以这张牌卡呢，也要告诉你，不用太担心。这张牌卡给你看一下，它是33号牌卡，好，33号呢，其实象征的呢，也就是说，告诉你这些所有应该要出现的，或者是被规划好的，或者是这些身份上面转变，或应该要出版的，其实它都是在一个完美的时间点，这是他希望我告诉这个天蝎座的朋友们。所以即使中间有经历过一些动荡，经历一些改变，经历一些调整，或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哈，那不用担心，一切的事情我感觉哈，来到一个蛮顺风顺水的一个状态，好吗？好 ，OK， 好，好，他们叫我特别在提醒你一件事 ，sorry， 本来要结尾了哈。你注意看哦，这两张牌卡，一张是32，一张是33，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我特别提醒，这就是顺风顺水的一个象征。OK 哈，好，解释完毕。OK 哈，你看有时候连小小的细节，他们都希望我能够给你们多一点这个验证啊，让你们给你们多一点鼓励，让你们能够安心一点点，好吧？天蝎座的朋友们哈，好，那以上呢，这个就是我要给天蝎座的朋友们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我希望呢，其中有一两句话能够帮助到你。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当然非常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们的故事，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的留言。我也非常感谢你们来收看我的影片。那我是 Jane， 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